对方有多少人？不下百人。继续观察敌情。是。兄弟们，我们可能有一场硬仗要打，你们准备好了没有？将军，我们没日没夜的操练，不就为等这一天吗？让他们来，这一天，哎呀，我们已经准备很久了。报，大军已兵临城下。众将士，出发。是。兄弟们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欢迎大家加入到长城文化体验之旅，沉浸式体验长城文化，沉浸式感受长城人家的待客魅力。将士们，好，招待好我们的使团。是。观烽火历史，想乡村生活。